喺機場食啊，喺飛機上面。喺機場食。唔知好味嘅喎。知道啊，試下睇。首先呢，我先来介绍一下我的全名啊，叫袁明宝啊，袁明宝。其实，在越南呢，他们叫我是阮明宝啊，愿啊，姓啊，姓愿啊。有时候你们习惯的叫姓袁，但是啊，这边是叫姓阮啊。所以五天四夜，那简单的大家把我叫阿宝。啊，把我叫阿宝就可以了。阿宝啊，哇，好意思啊你，叫阿宝。今天刚好啊，19岁，啊，像不像？39岁。没有了，没有39了。啊，31岁。啊，31。啊，然后我们在这里啊，粤语我们叫大能，啊，中文名我们叫。岘港啊，岘港是越南第四个大城市啊，最大是胡志明。有来过胡志明吗？有啊，有啊，也有也没有是吧？啊，第二是河内，哈内也是来过是吗？啊，胡志明是最大，然后第二是啊哈内，河内是首都。然后在北部也有一个城市，我们叫海防，就是第三。那这里就是第四个大城市。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城市最近也是很出名叫芽庄芽庄也是很出名。还有富国岛还有大乐。当然也是很出名，都是旅游城市的。那北部有一个地方叫沙巴，越南最冷的地方叫沙巴然后北部也有一个地方叫哈拉贝也是很出名，下龙湾也是很出名。但是如果说整个越南哪个城市好玩方便就是大能这边。第一就是机场走到酒店或者机场走到每个景点都是很近大概坐巴士最久的大概40分钟，那一般的话都是半个钟就到景点了机场到市中心西丽县的也是很近，大概10分钟就到了然后呢我们的怎么样，我们说了我们来这里我们会使用当地时间作为准所以各位要留意一下。现在阿宝的手机是3:56你们看一下你们的手机是不是跟阿宝一样的如果一样我们就看手机
因为有时候你们的手表忘记调好了啊，还是那个马来西亚时间，因为马来时间比越南时间快一个小时啊，所以他们要留意啊。阿宝说示范集合啊，就是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晚上9点钟才有啊，每个晚上就有一趟，就是9点。然后在我们的右手啊，这个降，我们叫寒降啊，寒舌的寒叫寒降啊。如果有喷水喷火的时候，很多游客就坐一种游轮走这个寒降夜游啊，走到晚上9点钟，那个游轮会停在龙头啊，靠近龙头，停在寒降的中间，给客人看喷火喷水啊，就是9点钟。一般的话是8点到码头上游轮，先走寒江夜游1个小时，然后9点钟游轮停在寒江的中间啊，给你们看那个喷火喷水。今天啊没有，一个星期好似3日啊，但是明天晚上我们的酒店是在黑暗谷，不是在哪凉喷火啊，是另外一个地方，离这里是26公里，好长哦，龙桥。所以明天的话没有机会看到了。但是第三天我们就回到哪凉，那第三天是星期六，我们有机会看到啊。到时候如果你们需要啊坐那个游轮走寒江夜游看喷火喷水啊，阿宝就给你们安排。因为现在是你们刚下飞机，如果没有想到我们这个香港没有一个这么漂亮的海滩，那个海滩的水是蓝色的啊。它这里我要导游说哦，这里的椅子哦不能坐，因为他说哦你坐了要喝水，他就不会另外收费。如果你只是坐不喝水的话，他又会收给你收钱这样子咯。啊，他就叫我们没有喝水不要坐咯。等一下我们要吃饭了啊，大家。这个海滩就是在那个观音的对面的那个海滩，就是下面的海滩啊。那个海滩很大的那个水。就必定要来的海滩。啊，就是他们的景点，这个景点呢就是他们早上去捕鱼，晚上呢所有的船呢到了的时间呢就离开港，所以你们看不到他的船，他的船呢已经出海了咯。所以我们刚才我们去那个观音亭啊，离我们这边啊，离我们这边不远了，看就是在那边了啊。啊在这边拍的看到那个观音，这个是我们越南的导游阿宝。嗨，阿宝啊，他的华语讲到也是蛮不错的啊。那边哦有很多灯光，那边哦原来是一个货船来的，导游说是货船来的，拍了张很美，不知道的话以为是知道的话原来是货船来的，运输货的。还有啊，我们看看这边后面啊，后面哦有很多那个酒店，全部都是很高楼大厦的酒店哦。现在这边呢、啊、全部是中国人在这边投资，你看他们的酒店几高，已经起了几高，要吸引更多外国顾客来这边游玩。那时酒店多到吓死你了，因为说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多酒店在这边啊，就可能有那个观音在这一边啊，又有这么漂亮的海滩啊，还有那个海水啊，所以、哦、就有很多人来这边打卡咯啊，这样子啦、嗯、所以啊空啊可以来这个香港那边啊旅游啊，来这个海滩啊，
拍拍照啊，又去那个观音那边拍拍照，蛮不错的。刚才我听那个导游讲啊，他说十年前这个地方没人认识的，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来的，在这十年之中呢，已经发展了这样的情形，因为越南呢是给外国人来这边投资，啊，一路这样发展到现在已经蛮不错了。是吧？蛮不错这个地方，因为在这个旅游景点里面有两个景点又有住宿的地方啊，酒店啊，这样子啊，很方便啊，又有卖吃的，这里餐馆又多。啊，酒店又多，海滩又美，观音又不错，那个范围很大，又面向海啊，这样子啊，很不错的一个地方。今天我们是刚下飞机来到这边，是头一天，也觉得地方也不错了。第一天的行程也不错。OK， 拜拜。越南也可以看到这么大力的榴莲，你看，几大力哦，不知道是什么品种来的。他说是泰国品种，泰国品种啊，金枕头，金枕头啊，很大力，真的很大力，大力啊！现在我们刚刚吃饱饭回到酒店，放下行李了，然后呢，我们就在酒店的那一条街逛街。逛街呢，然后呢，我们就到处看咯，哪里有什么美食吃咯，再试下子这边的小吃啊。所以呢，我们就发现了这一条街有一个店卖冰淇淋的，它有放那些小桌子椅子啊，在路边这样子啊，给顾客在路边那边吃聊天啊，这样子的。现在呢，我儿子叫的这个是芒果跟巧克力啊。现在呢，就是我们是没有体验过，在路边坐着小凳子，越南的全部人，你看对面的他们去吃那个宵夜也是坐小凳子。我们是来体验越南的文化。所以呢，我们来到这边就坐在他们的凳子里，享受他们的在越南的他们的吃东西的习惯。你看这条街对面是酒吧来的，也是一模一样的啊，是很苦味的那种。我只问我你要不要吃苦苦的我说苦味的比较好的，甜的没那么好。你看到越南他们的电线全部这样有路光的呢，还很多的，密密麻麻的。这里就不算多了，如果在河内胡志明市更加多啊，那些电线这样的密密麻麻，穿来穿去的。这里比较少一点。